兄弟们啊，我知道我发完这段这个视频，大家有可能会喷我啊，带大家看看梅河美食啊，梅河美食，行吗？行啊，梅河美食都有哪些呢？梅河美食对吧？我们这么比正一下子。然后那个给大家翻转一下镜头，梅河美食吧，有人说吃烧烤，梅河最有地标性的这个烧烤啊，干豆腐串，来拿起来看。干豆腐串。这个就是我们烤干豆腐。干豆腐串有几种烤法？我愿意，来给说说。你看啊，我拿哪个就证明我愿意吃哪个。啊，你说。我吃的这个是酸甜口的。酸甜口。对，酸甜口咋烤的呢？就是这个干豆腐串完之后吧，哈，他们上那个辣酱里边这么蘸一下子，啊，然后就放炉上烤。如果你想吃酸甜口的，你就往上撒点糖，喷点醋。如果你想吃咸口的，直接就刷一层酱，就把这个孜然和辣椒面一放就行。如果你想吃甜口的，直接往上一撒糖，刷完酱就完事儿。一共有三种口味儿。但是你吃干豆腐的时候，你必须得配点蒜，知道吗？就是吃串不吃蒜，味道少一半。对，必须要吃蒜。是吧？对，但吃完蒜回家记得刷牙啊。行了，兄弟们。咱们一会儿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啊，梅河的烤干豆串，聊一聊撸串，撸串。我没照你，我照我自己的。那叫什么？聊一聊撸串。撸串，你给大家学一学，就是去年最火的，说吃肉串那咋说的？我想吃肉烤肉串，我想吃烤串，烤串，想吃烤串。烤串啊，好。抖音。